看了起我还在跳着，斗鸡还在闹着，大声驶出上方内心的恐惧掩盖着，没有胆的路在他们的电视会的这一的下面即将降临，再度的小本来的穿梭，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大陆对付的秃的武器库，你奶的山兵力气真的不计其数，随便跳出一剑就让这些态度下笑，直接有点心疲弱，他们像是被到了寄存的蛇，一群找不到逃生通道的恶，只好凑齐那三十波澜之舌，绑架所有最晚人一起掉河。你突然要把所有人拖下水，就是最可恶的一件事情。穿上西装，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，抓住颤抖的手，试图把声音搞洪亮。台湾只有一个政党，对着镜头，不是台独，这是统一促进党。看了起我还在跳着，斗鸡还在闹着，大声试图想把内心的恐惧掩盖着，没有胆的路在他们的电视会的这一的夏天即将降临，态度的小本来的穿梭着。坦白讲，我在民进党30年了、我还真没看到过这样的。明明知道所有法律都是针对他们的，到了事情严重的时候，你就把别人通通拖下去。明明知道态度恶果都会报应他们的，就是牺牲别人，自己不敢当。可是为了蝇头小利，他们就是舍不得。看得起我还在跳着，斗鸡还在闹着，大声试图想把内心的恐惧掩盖着，没有胆的路在他们的电视会的这一的夏天即将降临，态度的小鬼们的穿梭着。北京压制的是台独，那台独威胁的是台湾人。N 有头债有主，然后他跳出来说，不只是我，你们通通都是，要惩罚的是你，制造问题的是你，将来要负责任的是你，跟我们无关。